我当时梦到我的画出来跟我画的一样啊。我当时梦到我问了我的小勇，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？哇，这原来是个梦啊！我那一个晚上我坐到床上，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，满脑子都是他。 有一次接到一个订单，5000张的，一个月必须要完成7-800张。我来，我去，有钱要行，全部调整好。OK，给。我感觉接的订单都要弄好啦，这样完成好来啦。一直坚持画梵高的画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有必要去欧洲梵高美术馆去看一下。真舍不得啊。 那边也看不到，全部是这个田野。那里就是梵高的，哎，我客人就是在那里，那个就是我画的嘛。你看我画的画，全部在那里啊。五百，540，他就4000人民币吧。但是为了生活，是以画来支持所有。梵高画的也是为了生活，只是他没有。 现在只能就是梵高了，我们现在变成梵高了，好有感觉，好像梵高了，吓死我们了。